来来来，你过保，你是南京市公安局的，是不是的？过保是不是的？是的。我是吕千荣，我跟那个毕康在那个视频，说你过保又来找毕康了，是不是的？有什么关系啊？我是吕千荣，安徽获酒的，我在跟毕康在那刚才说这个，我因为1995年怀孕这个农民虎的案件，我是安徽获酒县陵水镇张庙村，我叫吕千荣。1995年，我因为怀孕这个农民户的案件，这个受怀孕地方镇政干部连连层层用殴打、关押、赶牛拉猪、抢粮等手段，家中举着农民户的会众贪污挥霍，先是受打击报复，两次被村民兵营长和他弟弟两次把我打伤、打重伤、打中伤了，然后这个一次被派出所关到派出所里，我就因为这到上访北京多次，上访省地县北京多次，然后要求依法处理，给文字结果。因为当时我知道安徽利津县的丁作民事件，就是说包括这个安徽这个宿县的农民，就是说怀疑农民户单被打死的案件，我就是说我就要求他们依法处理，给我文字结果。在安徽，在常州的。你给谁发一发一发？对对对，你听我说，我这赶了今天的秘密，我在国境都在控诉，然后就是说他就是要求依法处理，给我文字结果，我安心生活。就因为这环境，我到1997年6月份，我到北京那个国信访局上访，信访局让我到农业部，我到农业部之后，农业部信访接待室那个王处长，他就当时就把我通知了公安局，北京市公安局把我逮起来，给送到北京市松露检查站里。送到北京检查站里，当时这个正赶到这个这是1997年6月3号。他送到北京松露检查站里，关押了我这个。把材料给他还行啊。我就在现在就视频就跟他说。我就视频的跟他说，然后就是啊，听不清楚啊，我能听清楚，视频我记不清楚，你记不清楚，记不清楚，我视频发给你，我拍了有视频，我转发给你啊，对，我传上传了，我拍摄了有视频，我转给你，我很快就说完了，然后就是说他这个在北京市松露检查站关了这个40多天。这个7月14号，2017年7月14号的时候，我们那个霍邱县陵水镇区那个人大主任薛光熙，霍邱县公安局陵水派出所的叫丁家军的，然后这个陵水派出所一个叫这陵水派出所叫王家军的，叫王家军的警察和这个霍邱县公安局的一个便衣。自称华子科的一个便衣，他们开着警车就把我从北京市从松露检查站里给接出来了，接出来了，在山东住了一夜，他们看着我，我要走，陵水派出所的警察王家军就枪都拔出来了，我要走，他说我用枪就要打我，我就是说我也不敢走，然后他就在山东住了一夜，他们就是把我给第二天，也就是说。第二天就是就把我就是带到了，直接把我车开到了安徽省合肥市，到早上就到了合肥，到了合肥以后，这个到了合肥以后，他早上把我关在那个警车里面，后面有铁栏杆里面，然后这个他们这个三个人，他们找了安徽省公安厅、安徽省劳教局、合肥市公安局，下午一点多的时候，他把我送到合肥市第一看守所，找出来的这个合肥市第一看守所的一个总队指导员出来了，他说那个霍邱县公安局的这几个人呢，就跟他说跟那个合肥市一看的总队指导员说这个人是正的，说这个人要劳教的，我们要在这羁押一下，就说明他没手续，因为我右手严重自残，你看。我就说严重自残，我自残二级。他来帮你的啊，我就是说，我跟他说一下，他们警察这个不过保不经常好找你们吗？我跟谁联系他都要找吗？我就直接跟他说，我就问他，直接跟他说。然后这个
这个或那个他们的或县公安局的就跟这个河北市第一看守所的总队职员说，说这个人要劳教的羁押一下，我就哭着哭着我就说，你看我是怀疑农民虎丹的，我是爱国的，我也我是为国家为人民的，也不是为我自己的，我残疾到这样，我当我自残二级，我说你看我残疾到这样，我老婆还在怀着孕，我老婆还在怀着孕，我说他。啊，情况给他看看。啊，情况给他看看。啊，然后我就说，我很快就说完了，然后我就跟他我说我冤枉，然后这个河北市第一看守所总队指导员就不要我，然后他说明他没有手续嘛，他不要我，他又给送到这个安徽省戒毒劳教所省劳教总档案，然后省劳教总档案出来一个人，安徽省戒毒劳教所省劳教总档案又出来一个总队指导员，他又说要劳教我。我就又跟这个安徽省戒毒劳教所省劳教总档案的总队指导员说，我说你看刚才这个霍县公安局他们这几个人把我送到河北市一看，他说要劳教我，要在河北市看守所里羁押一下，说明他们这个说明他们没有这个劳教手续。我说你看我怀疑农民虎丹的，他们把从北京把我给接回来了，把我抢占的北京送抢占把我接回来了，然后这个他们就是要劳教我，但是这个我怀疑农民虎丹的，也是为国家为人民的，也不是为我自己的，我冤枉啊，我就跟他这么说。然后这个河北市那个安徽省那个戒毒劳教所省劳教中南站的这个总队指导员也不要你，然后这个霍军县公安局的这个便衣呢，他就让这个。哎，你先要求啊，材料进不了，我转过去。哎呀，我跟你说也要说，我给说完的。他这个郭宝在听的不更好吗？你不要打岔，我就给说完就好了。然后这个安徽省戒毒劳教所省劳教总档案那个总队指导员呢，也不要啊。我要去开会了。啊，你去开会，我你不要管我的事吗？我跟毕刚这个我们这个正常的交往，你们郭宝都要监控啊。然后我然后我把视频划给你，然后这个霍军县公安局那个便衣就让这个陵水派出所的王家军他们俩人看着我，霍军县公安局那个赤城华子科那个便衣呢就出去了，他又忙了有两个小时，都晚上八九点了，这个他又来了以后，那个安徽省戒毒劳教所省劳教总档案的这个指导员第二次又下来。他就又同意把我劳教了，就把我接受的劳教了，就把我收容，把我关进劳教所里了，安徽省戒毒劳教所里了。然后在安徽省保安了，在安徽省戒毒劳教所关了大概两个月左右，就是我就被送到了安徽省那个保洪劳教所，就是晒在宣州市的安徽省保洪劳教所，晒在。哎，你把那个材料放给他。啊，哎，我再给说了吗？很快就跟他就弄出来，我再跟他说也可以啊。马上我们都有视频的，我马上也可以啊。我就跟他说了一样，他走，他不敢。加成监控的，他不听。给他看看。啊，他不听，你听我说，你听我把说完，很快就说完了。然后他们就把送到安徽省保洪劳教所里，把我牢笼圈养3年多。我在啊，自残二级，他们强迫我下煤矿，每天12个小时，然后在里面就监控排我，说我是郑德万，是江泽民批示的，让劳教都监控排我，然后在多次把我挂电高压电警棍电击我面部，电击我，多次把我送到那个严管队的严管，关黑屋的，一个人关在一个黑屋的，一关都是几十天。40天，几十天，20天，30天，40天，然后就是说，并在99年就把脑子给控制住了，在安徽省保洪劳教所严管队就把脑子就控制住了，然后这个他们有一次啊，这个他们把我在保洪劳教所那个插桶里那个保温插桶里这个晃上药，他因为保劳教都喝那个保温插桶的水，他给晃上药。然后他让我不知道我喝了，我当时嗓子就说不出来话，特别干燥难受，连都不出来，不出来，我就知道是保洪劳教所的给我下药了，因为这个之前这个没多久，安徽省保洪劳教所小号大队缉运中队的一个副中队长在开会的时候就说了，
给我们开的时候就说了，说有人得乱说，哪天我让他说不出来话，是所以说我就这个知道是他们给我下药了，我就跑到二楼我的床铺，然后一个老叫叫杨艳斌的，是安徽颍上的，他这个他就追到这个楼上给我拿了一个苹果吃，拿了苹果吃以后我当时就能说话了，这都是他们上面安排了的这个对我的这个用药物迫害，然后这个我这个我回来的时候就是说我在保温疗养所里，我们中队指导员就是安徽省保温疗养所小号大队集训中队的指导员叫惠清华，这个直接告诉我说你不能给中央写信申诉，你可以给省里写信，我老婆去家人接见中队指导中队的警察要做闭炉，就要现场看着做闭炉，我母亲死了。就是死后我母亲死后就不能都不敢让我回家，然后就是说我老婆去了都不能都要做闭炉的，警察我谈话我跟我家人接见都要警察做闭炉的，然后就这么去监控拍我，离晃我的时候中队里说你给你家人打电话，你家人不来我们不晃你。你听我你别跟听打的，咱们给话说完。然后让我家人去接，我给我家人打电话，我哥去接的。然后就是大概是2010年8月15号晃的我，大概这个他因为我男这个材料的我，他是江泽民批示的劳教的，因为他的手续难办，到晚上15点才晃了我。然后晃了我之后，就是说我和我哥吕万荣就在这个安徽省保温劳教所小号大队那个地方等这个三轮车。坐三轮车才能到这个保温疗教所镇上，然后才能坐公交车到这个宣州。这我和我哥在小号这个大队路边等这个到保温的这个三轮车期间，就是安徽省保温疗教所小号大队集训中队我所在的中队的一个副中队长姓杜的，他看到他骑着摩托车后面带一个人，他在走我们面前经过的时候他看到我了以后，他就说：“他说这个残疾人是郑德焕，这个脑子都被控制住了。他回家以后，这个也要监控的。”我当时听得清清楚楚的。我当时跟我哥吕万荣也说了，回家以后和我老婆也说了，和我这个那时候我父亲也在活着，和我父亲也说了，和我哥姐弟妹我的亲人都说了，然后。这个我回家以后，这个2000年8月15号，我在保温疗养所释放以后，我回家以后，我们那个安徽省霍邱县陵水镇张庙村的这个群众，都告诉我说，吕先生，你97年被逮起来以后，镇里村里指这个陵水镇张庙村干部开村民大会的时候，在村民大会上都说了，说吕先生被逮起来了是江泽民批示的。吕乾隆是郑德焕了，然后这个他们群众告诉我了，在村民大会上这个镇里村里在开村民大会上都和群众都说了，然后这个我回去以后没有这个3个月，霍邱县公安局陵水派出所强行让我下通知，下了红头看了公章，下通知让我到这个陵水派出所。我第二天到陵水派出所以后，他们给我做了两劳重点人员监控表，按了双手掌纹指纹是一模，手掌一模。后来我才知道，中共对两劳重点人员的监控排外政策是一种是秘密的监控排外政策。两劳重点人员监控是那个中共的两劳重点人员监控是中共对两劳释放人员的秘密排外政策。那时候劳教都取消了，劳教已经不做这个重点人员资料了。我同村的有一个叫吕三红的，他在南京因为打架被劳教2年的，他比我先晃释放回家的，陵水派出所就没让他填写两劳重点人员监控表，却让我去填写了，因为他是监控排郑德焕的。说然后之后这个有关部门我在家里这个生活，他们都是一边控制我脑子，一边控制这个群众脑子，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就是说让我在家里让我这个
让我这个让群众监控拍案我，我干什么都拍案我。这地方干部、基层干部，记得他一边控制群众脑子上，控制我脑子，控制群众脑子，连我心里想的什么、说的什么、做的什么、要做什么，都县长控制群众脑子说出来，用于对我的公开监控拍案上。就是地方呢，并通知这个以组织的名义通知了当事人，让监控拍案我。然后这个我然后就是说我这个并且对我和家人有病都进行医疗迫害谋杀对我这个对我用机动车谋杀就是让用机动车谋杀让我就是说种地让这个人家那个出租这个机械给我出租机械的跟农民种地的人都不让给我种例如说是让人家插秧就是说那是我们的插秧他有群众有人专门跟插秧的一亩地多少钱我找人插秧地方都一边控制我脑子控制群众脑子然后地方干部再通知着让不让给我插秧就是这么迫害我然后拍了我在地方无法生存我就是说我给胡锦涛总书记这个温家宝总理写信说我在地方就是被拍的活不下去我到外面去打工生存我们一家因为我在2004年的时候给这个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就写了这个20000字的信回报市长的信叫写给祖国的遗书是共产党我用生命的忏悔向你请求写给这个温家宝跟胡锦涛总书记跟温家宝总理的诉说我的爱国是少年之心爱国之志经济汽车和我的人生理想抱负并那个要求要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个并立志要把我的家乡安徽省霍邱县陵水镇张庙村那个建立成为一个走农村特色的21世纪的现代化新型农村结果我写的这之后又写了共和国我用生命的忏悔向你请求2、3、4、5、6是这些信会向胡锦涛、温家宝两位领导人汇报事项。结果还没有11个月，2005年这个3月份的人代会上，中共就提出了建设新农村。但是我写了这个信以后，汇报事项，就是说我从2000年释放以后，从安顺保农局释放以后，一直到这个2009年。这之前我一直经常这个到陵水镇党委政府汇报思想给中共胡锦涛总书记那个温家宝总理写信汇报思想立志这个要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立志要把我的家乡安徽省霍邱县陵水镇张庙村建立成为一个走农村特色的21世纪的现代化新型农村。我当时给胡锦涛总书记跟温家宝总理写信的在共和国我用在那个写给祖国共和国我用生命向你中共和国我用生命的忏悔向你请求1、2、3、4、5、6中我都是立志要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一面旗帜成为21世纪中国农村改革的实验田把我的家乡安徽省霍邱县陵水镇张庙村建立成为一个21世纪的走农村特色的现代化新型农村结果这个10月以后这个安徽省那个在那个2015年的中共人代会上这个中共就出台了建立新农村政策但是在这期间中共公安国保动用国家机器用以党和政府的名义以政府之患的名义长期对我进行脑控迫害
并每天劳工群众对我进行公开讲迫害，连我心里想的什么不超过五分钟就从劳工群众现场都说出来，用于对我的公开讲迫害上，让我干什么都迫害我，并一次次对我进行机动车谋杀和这个安排煽动流氓地痞群众当众机动车谋杀我，并一次次这个对我和家人进行医疗迫害，然后我的这个之后2006年给胡锦涛总书记写信说我在家被拍的活不下去，我们一家到外面打工，然后我就到这个常州的江苏的无锡暂住了3年，在这个江苏的常州至今暂住了8年，这十一年多来在无锡和常州暂住11年多来，中共有关部门仍然是长期利用党和政府的名义，利用政治犯的名义，动用国家机器，并利用我右手严重致残的特征，看我手残疾的，利用我右手严重致残的特征等，在每天劳工群众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抹杀，连我心里想的什么，不超过，连我心里想的什么不超过五分钟，所有看到我的群众。当时都会和他身边的人说出来，认为对我的公开监控迫害上，例如让我卖东西，他控制群众脑子，让我批发东西，让监控拍我，现场控制我脑子，控制群众脑子上说出来，再通知这有关部门，来得及通知的有关部门就通知到的群众或者单位，让监控拍我，这个例如我给买东西卖东西。这个买东西，他例如说我买水果，例如说我这个卖水果蔬菜，例如说我这个卖水果蔬菜，例如。喂，喂，比刚兄。